近日，即将在本周五担任2013快乐男生 Vision 的萧亚轩接受记者采访，遭记者围攻逼问恋情，而历经八卦风云的萧亚轩则大打太极，避谈柯震东。十几个问题问下来，柯震东三个字都没能从萧亚轩口中听到，只是反复被告知，到现场看就知道了。应记者要求，萧亚轩还爆出一个不大不小的料，听说我是最后一位威神，下周会有五位知名的草根组团。此外，成功复活的范世琦居兰体组合也被曝与其他六强不合，更有网友为范世琦细数了四宗罪：一、没有素质，在其他选手的洗脸盆里洗鞋洗脚；二、绯闻不断，被传包养，在长春五月花当少爷；三、身份造假，此前参加选秀自称酒吧歌手，快男摇身一变成空少；四、虚情假意，利用魏一鸣、于朦胧公开拉拢粉丝为自己刷票之后就翻脸不认人。报道。